给你找好的推广渠道，你看看，都是不错的资源。叫林子路了吗？他跑天台上干什么？哎，逃课上天台，好叛逆的少年情节哦。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你是不是瘦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不吃辣？没胃口。我不仅喉咙更涩，我心里也更涩。说够了没有？你明明是中度，都不是轻度。这是干什么？我还想问呢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还能干嘛？我就上来看看风景，吹吹风。你没别的想法？你希望我有什么想法？没有最好了。我不就是看你在上面太危险，想让你离远一点吗？就是劲儿使大了点。哦，是吗？对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神经病。月亮打东边出来了，你都开始学习了，阴阳怪气。算了，我俏姐不跟你一般计较。用我的。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你干嘛总把我想这么坏啊？我这是关爱同学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今天没怎么吃东西，肚子饿得难受。我给你做饭。要是有水果就好了。我给你摘呀。那还是更想吃只烧鸡。我现在就去杀。林子路，今天我给你逮来了。我林子路呢？在屋顶听着他的歌。屋顶又来。你认字啊？